大家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愿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读诗篇110篇，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永远远纪念他的约。他想改进显示他们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信词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安诚实真实。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阿门。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赞美。我的英国的好，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然后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就跟着一起唱，让我们来同声赞美吧。一阵阵提醒相互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姐妹，何等恩典，你既然在
Thank you.
称颂耶和华，不能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呀，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的脱离一切试探，也求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喜悦你的道路，嘴唇赞美你，全人荣耀你，奉主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平安。今天让我讲道啊，我是很少讲道，我这其实也就是做一个见证。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神做事有定时。那个后面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大家往前面来一来好不好？我们讲完了以后，我时间很短，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往前面来一来好不好？往前面来一来，对对，来集中一点，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很大声喊了。好，那李伟走到前面来了，那我就想请李伟帮我读一段经文啊。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这样，你站这边来，不然的话他会叫。马太福音28: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万物所嘱咐你们都教训他们的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创造这么好的环境赐给人类，让我们来享受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这美丽的公园，我们来享受大自然，我们享受你所创造的这样美好的蓝天白云绿草大海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崇拜，蒙你的喜悦也祝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我们享受大家带来的美食，也祝福我们晚上回去的下午回去的路程都一路的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神做事有定时我也经常跟自己弟兄姊妹说你信主呢是有定时的，为什么你在这个几十年你都没有信主，而且你信佛什么的，然后到最终你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找神的吗？我觉得不是，是因为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有人撒种了，有人浇灌了，但是使人信主的这个灵呢，是神让你来信主的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这跟我这次回国有关。我这次回国是要办一件事情是要办一件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我呢退休手续已经办好了，但是呢疫情期间这5年的时间没有给我发一分钱的养老金，那我就回去找他们了那我在找他们之前找他们，首先他们就是社保局了。那我找这社保局之前，我跟我的朋友我就说念叨这件事儿，然后他们呢几乎99%都告诉我你没戏，你办不了这个挺让我扫兴的，因为国家政策是明文规定，凡是加入外国国籍的依然可以享受养老金的这个福利。那么国家有政策，那我们就按国家政策来就好了嘛。那我凡所到之处，我就他们说这次回来了待多少天，我说待3周，我想3周时间无论如何够了，对吧？你我到了以后，到了深圳，到我女儿家待了5天，我还想说我还后边还有两周的时间，我绝对够了。当我回到我就是我所工作的那个天水然后就是马不停蹄的就跑到社保局去了，哎呀，给我一盆的冷水一直泼到我离开，泼到我离开都没有办成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呢？社保局他们那个窗口，养老金的那个窗口，17号窗口有个小周，他就帮我查了，他说19年、20年给你打了2年的钱，我们账我们这个电脑里面都有。
我说那打了我那我到我的那个银行卡去查吧，他们是打到那个工商银行，我就找到工商银行，工商银行说你这个卡是没有交易的，我自从2019年我办了这个卡以后就没有一分钱的这个往来，啊，我说那你这个不对啊，社保局说是把2年的钱都打给我了，啊，不是5年，但是至少有2年的钱吧，啊，2年钱也不多了，还不如现在一个月的钱多，因为我是按照我交了15年的那个最低的那个保险，一个月才1100多人民币，也就是一百多美金，啊，然后查就是到那个后台去查也没有，啊，说是没有，这样的话社保局就和这个工商局就打官司了，他俩就踢来踢去的，然后他们说本来有一个工商局的工商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常住在社保局的，啊，以便他们工作方便，那结果正好我去那几天他休假，那我就成了他的工作人员了，就一会儿跑社保局，一会儿又跑这个工商局，跑到我，哎呀，头两天我还信心满满，我先跑一跑吧，啊，美国跟中国不一样，但是跑到最后我实在是跑的是他们把我就是我彻底服了以后真的是服了，到最后呢，您离开了，我说我真的是不能再等了，哎，你可以这个就是改机票吧，因为你这个事情也重要，他知道我这是重要，让我改机票，我说改个机票800美金，我算了吧，我总共领也就1-2000美金，我算了吧，我就等着他们回答我，他们呢到最后的给我最后一天的给我的回答是，我们的领导还在研究，他们在研究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还在研究，然后但我等消息，我回到美国以后我打电话是下午4点，正好是他们的也是对，就是中国的第二天，就是下午4点，我打电话过去给那个17号窗口的小周就说，哎呀，我们领导那个还没有做最后的答复，我说为什么答复不了，他说前管你的那个人呢进局子了，我说怎么进局子了，是不是把我的钱拿走了他进局子了很有可能啊，但是呢他到现在为止，我后来我又让我女儿打电话给这个小周说是那就就是等他们，还是等他们恢复，我看我搞不好还得等我明年回去才能给我有个恢复，这个恢复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恢复啊，这是2年的钱，那么从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这几年了，是不是又3年了，是吧？总共加起来5年的钱没有给我一分。我说我多亏没指望这个钱生活，要是指望这个钱生活的话，我早就死了八百遍了，对不对？我根本就，所以说我这次回去满心希望说是国家有政策，我很快就把事情办完，然后我女儿她特意让女婿请了1个礼拜的假，说是要陪我度个假，啊，因为她住在深圳嘛，她说陪我去那个渔村，让我去吃吃海鲜，我说海鲜不必了，我美国纽约我海鲜很多，啊，然后就愣是这个度假也没度成，我就临头3天回到了深圳，然后就匆匆忙忙赶回来了。那我今天讲这么多啰啰啰嗦讲的是什么事儿呢？讲的是我要办的事儿没办成，但是爸爸今年，但是神要办的事儿他的办成了，啊，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啊，我到临上了回美国的飞机我才想啊，恍然大悟，神这次让我回去不是让我办退休金的事儿，是为了领我爸爸信主啊，我这里要介绍一下我爸爸97岁啊，97岁，他这一辈子呢就是出生入死啊，然后就是朝鲜战场啊，还有后来去北大荒啊，就一出生入死的，他没有失掉生命，但是呢他也没得着，你愿意接受一他也没得着什么，再等一会儿再放吧。
这是老给我放这段。我给我爸这个受洗的时候录的像。我信主差不多20年，这20年间我是没少跟我爸传福音啊，就是那只要是有机会我就给他传福音。那他呢刚硬得很，他说我信佛信了这么多年几十年，我不可能再换了啊，我就信我这个就好了啊，怎么说都不信。那这次呢我办事呢又办得不顺，心情不好，我也没跟他传福音。我就想这个反正你也这么大岁数了，你愿意咋咋地吧，你我也不跟你说了。结果怎么样，圣灵感动我，我是9号那天离开天水，我约好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7点半来接我送我去高铁站。那我7点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然后我爸爸也到门口来，就是跟我想说两句话什么的啊，就是送我。我就说就是有一个感动啊，就是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传福音。那我就当作说我这次又白说了啊，我就顺口问说，我说爸呀，你97了，你百年以后你准备去哪儿啊？我说你想去天堂呢还是去地狱呢？我以前不敢这么说，因为他是下地狱的，你这个信别神就是下地狱的，不敢这么说。但是这次呢我就想说，我就说了看你怎么反应吧。哎，他说我去天堂。哎，我说你去天堂你怎么，你得信主啊，你得信耶稣啊，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怎么去天堂呢？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借着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然后去到父神那里去，你都要信主啊。我信。哎，我一听有门啊，你信啊？我说你信，那你承认自己这一辈子你犯了很多罪吗？是罪人吗？哎，我承认。哎，很谦卑，很承认。我说那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哎，我说你这叫觉知啊。我说你觉知了，那正好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我就给你受洗了，我给你受洗了。我说你原来他当了医生当了一辈子，我说你的白大褂呢？我给你穿个白大褂，我给你受洗吧。哎，没有了，那都不用了，都不要了。我就顺手把我穿的一个白的那个老头衫我脱下来，我给他套在衣服上了。然后我说一会儿你跟我到楼下啊。为什么到楼下呢？你信了一辈子佛，你得让这个认识你的人知道你现在信主了啊，给你受洗了。他说行，什么都答应，可能是怕下地狱吧，然后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我到了楼下以后，我那个接我的朋友也来了。来了以后，我说你给我录下这段啊，这段要记载下来，免得我爸到时候反悔了。我就给他录下来。然后我就跟那个我那个房弟兄，我就一起给他受洗了，受洗了，啊，从今以后呢，他现在是属神的人了，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名，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真信假信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女了，他现在成了一个97岁的信主的小 baby。 哎，我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担心他这个小 baby 没有人给他喂奶，没有人给他讲圣经的话，他能不能坚持下来。在我们教会还没等你受洗之前，我给你上8堂的受洗课，你还必须来聚8次的会，然后还有18堂的课等着你，18堂课上完以后还要跟牧师去上丰盛恩光课，这些都是灵奶啊。你必须小孩刚生下来那眼睛没睁开就得喝灵奶啊，喝灵奶你才能长大呀，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求弟兄姊妹就礼拜天就是要来聚会？如果你不来聚会，你别说你灵奶了，你那个牛奶也喝不上。当然你是为了去挣牛奶去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看人还需要灵奶啊，你必须喝灵奶，然后呢慢慢的长大，在耶稣基督里面长大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啊。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不接受神的话，那么怎么成长呢？
我就非常担心，果不其然，我离开这个天水以后，我第一个礼拜，我那个房弟兄就打电话给我爸，说是叔啊，那个你跟我去做礼拜吧，你现在信主了，哎，我就不去了，我不去了，我说你，我最后怎么说都不去了，都再逼他，再逼他，他说，哎呀。你这个不是信啥都是让人好吧，啊，做好事吧。他一辈子是做了不少好事，他光救人救了无数，他是大夫，在战场上救人，后来当了一辈子医生，倒是救人，但是呢，他可能也害了很多人，啊，这个就不说了啊，就不说了。他之前承认自己是罪人了，那神就然后速赦免他。哦，我就担心的几个问题，所以说呢，引发了我今天要讲的几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神做事有定时啊。我爸信主，我出乎意料，我压根没想到。那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信主，可能也是会让人出乎意料啊。那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咱们这儿有啊，以前的有啊，是不是？为什么要信主呢？对吧？当亿万富翁的时候，他肯定不信主，是不是？那现在为什么信主了呢？是神带领他到这儿来的，是神把他领到教会当中来的。还有我们的这个郭弟兄，他来的第一天，他就说：“哎呀，我要去找一个信仰。”我说：“郭弟兄，不是你也想找一个信仰，是神把你带到教会来的，是神让你来信他的，啊。”不是说我们多有爱，哎呀，我要去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做好人，啊，不是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不信主的时候就很好，啊，我既有道德，我既有品位，啊，那么为什么要来教会呢？来教会就是要从喝灵奶到吃灵粮，因为神的话就是粮。啊，它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引导我们啊，引导我们行为的一个圣灵的带领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带领我们啊。我讲的第一个题目是第一个小标题是神做事有定时，第二个小标题是。得救本乎恩。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句话也刚才也印证了说，我们来信主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啊，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来了也心不在焉。啊，我们为什么说得救本乎恩呢？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呢，就是他根本不会去主动的去寻找神。我们中间有几个是主动寻找神的？小时候父母啊逼着你啊把你带到教会啊，这是一种比较有福的，很早就信主了。那么我们到了长大了以后啊，我们有几个是因为神伟大，神有慈爱，神有公义，神有公正啊，神好，我才来寻找神的，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遭遇啊。像我以前也是非常刚硬的，也是非常骄傲的啊，是因为我遭到了人生最大最大的一个磨难啊！我通过这个磨难啊，我非常可爱的一个儿子，他19岁的时候得病去世了。他去世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啊一位基督徒啊，他带他信主啊，那我也就啊因着这件事情。我也去信主了，后来又带了小军信主，现在是牧师了。我后来又带了我的两个妹妹也信主了。我现在我的女儿
全家都信主啊。那最可喜的是我爸爸在最终97岁啊，就是信主了。人家都说是啊，百年以后，我都不敢说，还有3年就百年了。人家是咒我，3年就让我死。我说你长命百岁，你真的是在神里边你是有永生的啊，你是有永生的。那我们有主动寻找神的吗？我可以说很少。就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要去办身份，我要一个教会的证明。啊，我是不然我去那儿干嘛呀？是不是？听他们在那啰里吧嗦的，是吧？啊，不要听他们的，啊，不要听神的话，啊，根本不需要，我就需要一个证明，你少跟我啰嗦，啊，我来了，签到了，就得给我证明。我们得救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啊，也因着信。啊，我说给大家说起的时候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心里到底相信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要从罪来悔改。我给大家上受洗课的时候讲悔改，谁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来，我就提问一下吧。我上受洗课的，什么叫悔改？啊，贺基山，你今天要受洗，什么叫悔改？好，就是你要有一个180度的转弯，对吧？跟过去的罪划清界限。我过去的罪啊，我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他替我啊，他替我承担了我的罪。那么我从今以后就是一个义人了，我就改成一个啊基督，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我们因着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句话嘛，对吧？我们认罪悔改要怎么认呢？我们认罪真的要在神面前跪下了，好好的认罪。我们过去的所做的一切有多少的罪，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如果不认罪不悔改，那么我们如何得到圣灵呢？如果一个没有圣灵入住的，那么一个不能胜过旧的世界的人，那么他怎么能重生呢？如果一个不是重生的人，他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说我非常的为我父亲担心，他现在生下来了没奶吃，然后扔在那儿，谁喂他？说不定哪天那个信佛的人又来了，又给他拉过去了，这很担心。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啊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要从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要悔改。认罪真的是要切切的认罪，要认真的认罪。像有些人得罪了朋友，骂了人、打了人，或者说借来的钱还不还，然后跟人家一见面，哎呀，算了吧，算了算了，你看你咱俩还是朋友呢啊，我都跟你说了，过两天我都跟你道歉了，我都跟你说对不起，行不行啊？这叫认罪吗？这叫悔改吗？没有啊。圣经里面有悔改、有认罪的例子啊。雅各被以扫追杀，后来去了他舅舅拉班家，然后娶了他的两个女儿。等到他需要回到他家的时候，他要跟他的哥哥见面，他用什么方式取得他哥哥的原谅呢？他可不是说，哎呀，哥哥对不起啊，那个我冒领了你的那个长子的名啊，然后我还冒领了祝福。他是多少多少的骆驼，多少多少的牛，多少多少的羊，然后还怀着胎要走在前面，然后不是说一步一磕头吧，啊，就是去朝见他的哥哥，见了面以后说，我主，请你原谅。我们跟弟兄姊妹道歉的时候，倒不是说让你
还要带多少，带多少礼物，但是你总得要有一个表示吧，表示的一个诚意吧。啊，你哪怕说啊，弟兄，我前段时间我真的是这件事情误会了，哪天你看你有空啊，我请你出来吃个饭，我给你表示一个道歉，啊，我们用真诚的心去道歉，从思想上真的是认识到自己错了，然后从言语上也要用谦卑的言语，谦卑的言语，行为上要有行为。要有行为啊，不是说我就嘴上一个啊对不起就完了。我们悔改的心，我们结出的果子要与悔改的心相称啊。我们大家知道基督徒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有谁知道圣灵的几种果子啊？大家可以说一个也行啊。良善，好，良善一个，然后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基督徒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怎么做啊？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好，我说一下啊，基督徒的果子啊，这个基督徒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要仁爱。我们有仁爱吗？我们把爱全都给了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了啊，能给父母多少，能给弟兄姊妹多少，仁爱，这个仁爱大家好好去理解啊，这里包含了多少的忍耐，多少的良善。如果没有仁爱，基督徒就不合格啊。然后呢，喜乐，我们大家喜乐吗？喜乐啊，今天喜乐啊，天天喜乐啊。喜乐是要把这个喜乐带给别人的。我，你弟兄姊妹，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你有吃没喝的管我什么事儿？我去餐馆大吃二喝，我喜乐得很。我自己买豪车，我自己那个过好日子，我喜乐得很。喜乐要带给别人，要让别人的人跟你一同喜乐。还有呢，和平。一天到晚的三字经不离口，一天到晚的战狼啊，一天到晚不管对丈夫、对妻子、对孩子，都是凶巴巴的啊。要有和平、忍耐。我们大家有忍耐吗？有啊。好，还有谁有忍耐？还有谁有忍耐？爱是很久的忍耐。我觉得谭弟兄、谭连弟兄很有忍耐，他这个儿子啊，一天到晚跑都不停，我看他现在跑得瘦瘦的，他很有忍耐，他从来也不大声喊他啊，很有忍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昨天我跟小辉我们俩开车，在一个红绿灯等红绿灯还没变绿的时候，后边已经按喇叭了，他有忍耐吗？等我绿车灯绿了以后往前走，在前面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他从后边就右边就超过来了，然后嘴里头他在骂美国的三字经，从他嘴型我判断出来，然后他愤怒得不得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我没有生气，对吧？我也有生气的时候。小金说我的时间有点超了啊。其实我这个不讲一讲没完没了啊。但是我想让大家就是真的是理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忍耐。我上周我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个长者、老师、朋友，他跟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去日本人的店里，你一进去他就哎呀不在满足，然后你看什么东西，你翻啊，中国人都是喜欢翻，他一声不吭。你要去中国人的店里头，你干嘛呀？你买不买呀？不买别乱翻，是不是？
然后你转了一圈没满，你走了，他还是站在门口。阿里嘎多古赞伊玛斯。我们中国人学学人家的人文。我的这位良师益友，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到了寺院，你一进门，不管你的功德是给他多少啊，那些就是就会说妈妈，你要是不高兴了，你骂他，妈，他绝对不会还手，不会还口啊，你打他，甚至打他脸上，他也妈，这些人是从哪儿学来的呀？他们这么能忍耐。我跟你说，我们基督徒啊，就缺少这些忍耐。基督徒有好的榜样，我们的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要杀他，把他两个手绑定起来，脚定起来，他一动不能动。他说这些人不明白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神饶恕他们。我们能做到吗？别说你把我，你要杀我啊，我们自己如何表现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啊，不多说了。忍耐，慈爱，良善，刚才有人说了良善，还有信实，这些果子，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结出来几样。一个成熟的果子是甜的，苹果没有成熟之前涩的，谁愿意吃没熟的苹果啊？去超市都要买红的啊，成熟的。不成熟的果子是涩的，酸的。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做到这些果子，是不成熟的果子，我们就是那青苹果，我们就是那个杏，涩的能吃吗？谁都嫌弃。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他没有接触圣灵的果子，那他就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水果，谁都不喜欢啊！不要说你去给人家传福音，可拉倒了啊！我不信比你强。所以说我们的生命要重生啊，我们得救本乎恩啊，并且因着信。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胜过撒旦，要真正的悔改，要真正的重生。最后一点，小春跟我示意了几次了，说我时间超了，大家肚子饿了没有？饿了那就不想听了是吧？想。好，刚才谁说饿了，我就来，李静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回答我的问题，回答完了就吃饭。饿了是吧？基督徒的职责，这是我最后讲的最后一点。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恨恶罪恶。职责是恨恶罪恶。你不恨恶罪恶怎么悔改呀？还有谁上过受洗课的，给我补充一下。基督徒的职责，解放，传福音。好，基督徒的职责，第一个职责是要参加聚会，这是你的责任。基督徒也有权利和义务，基督徒的权利就是我有受洗的权利，你不能不给我受洗。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上过受洗课。咱们要加一个上过受洗课这个条件。其实呢，应该是就像我爸，他也没上受洗课。为什么给他受洗啊？没机会了，是吧？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旁边两个那强盗，他没有机会了啊。那主说，那你明天就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啊，没有机会了。我现在有机会，就要好好的去听神的话。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一个责任义务。第二个责任义务是什么？还有谁记得？祷告，不错，要为教会祷告，要为国家祷告，要为
弟兄姊妹祷告啊，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教会周二晚上9点到10点有祷告会。从来没参加祷告会的举手。你不用举手，我都知道，我们平时在祷告会就那么几个人。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尽你的职责，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也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自己的父母祷告。第三个职责是什么？敬拜。第三个职责，对了，景鹏，你又说对了，要奉献。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要奉献？谁给我说说为什么要奉献？有没有不奉献的？没有啊，都奉献了啊。反正我每次奉献需要你写名字，你写名字我也不看啊，我从来不看，我不知道别人奉献多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奉献多少。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哈该书2:8。神需要什么呢？神需要我们，神需要我们给他钱吗？神如果说把这个氧气停了，把空气里面的氧气停了，大家今天都回不了家，5分钟都得死。神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为什么要奉献呢？因为我们教会需要金钱。神要的多吗？多不多？不多。怎么不多？为什么不多？10分之一。我们去餐馆吃饭的小费是多少？20%。15%到30%。没有30%。15%到30%。15%都给不出手。对，15%都给不出手。15%给不出手，那就是1/10还多是吧？如果20%就是1/2。对啊。那么我们奉献的时候随手丢个3块、2块、3块、5块的，这是对神的一个羞辱。我觉得你一个礼拜只挣了10块钱吗？只挣了这个多少啊？一个基督徒的奉献是他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里程碑。他如果真正胜过了说我能遵守1/10，那么你一定是读了很多的圣经，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很久，否则的话做不到是很正常。我们有没有强迫弟兄姊妹奉献多少？没有。但是神说你们将当纳的1/10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这是神说的话。我今天站在这里给大家讲课，我要不要讲神的话？如果不讲神的话，我就是失职。我就说你们随便了，反正大家都挺困难的啊。大家有困难，没错，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有信心。你试一试，你敢不敢试一试？试试试试神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你。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三个责任。第四个责任是什么？第四个责任还记得吗？啊？第四个责任在今天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信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不一定能回答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啊。我们刚上完受洗课的人还记得，希望你们一直记得啊。最后一条是各尽其职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把它用在服侍神上。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恩赐，我们不用在神的事工上面，那就是我们的失职。你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一不会讲道，二不会传福音，我三也不会司琴，我也不会那个不会讲查经。那你会什么呢？神赐给我们2只手，每一个人
他都是有他的一个独特性。你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你就要那方面的恩赐，你总有一个恩赐可以用在服侍神上面，好吧？我小金已经不耐烦了，我你讲到的时候我可没催你，今天话筒在我这儿，我要把我的话讲完。我现在还要想请两位或者三位来讲一下自己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啊，三分钟来讲一下见证神，你信主以来是如何经历神的。好，三分钟啊，用不着三分钟。我是什么呢，在家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之前抽烟，一次感冒七天的时候，就是一口烟没抽，烟戒掉了。完后来到美国之后，我第一时间找的教会，而不是找律师帮我打击，找了第二个教会是恩联，第一个是信心教会。我听了一段后儿，我听不下去了，但是有点跟我的预想不一样，他不讲神的话语。完了后来就是转到这里，因为我的律师他也是基督教嘛。倒数五个数啊，刘永华，三分钟到。讲了，可以。好，你刚才讲说你寻找神是吧？我告诉你啊，还是神在寻找你。啊，你记住这句话，一定是神在寻找你。你说这信心讲得不好，信心讲得不好，我们都是信心神学院毕业的，这信心在讲道上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偏差。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啊有什么偏差？好，那行，我们不是以后再说这个问题啊。我还想请一位啊，那个高老师，要不要给我们讲一个你简单的一个？神的在你身上的一个作为，高老师啊，大家掌声欢迎。感谢主，兄弟姐妹们平安。我第一次讲话啊，在这里，今天洋洋明白，我们脚踩的什么地方？世界上最自由的土地，蓝色的天。在那边看到没有？那个海，1620年，就那么一批人，从我们的大西洋的对岸到达了美国，坐着五月花船来的。对，非常好，就是我们在这块土地的最早的基督徒，上船102个人，到了这里只有51个人，可见一路多艰难。那时候的卫生条件、医学科学等等，包括他们的准备工作，风险很大。在座每个人来，三个字，不容易。特别是最近新来的人，非常欢迎你们，千辛万苦。第一个，我的感悟。第一个，你到美国来，这么好的一个天地。感谢主，阿门。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制度，一切非我所想象。这是上帝创造的，包括美国的现在的辉煌，这是这个51个人的后代，里面有总统。有董事长，有银行家，有建筑师，有大量的，看他们的后代，是基督徒创造了美国的文明。这是我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们的生活环境。上次我跟一个随牧师随便讲讲，我有一次自己身体不佳，突然胃有点痉挛，我疼死了，我在曼哈顿，我手头无路。那时候连怎么叫救护车等等一无所知，刚来。我来美国38年，那个时候35年前了，我就在人家门洞里面躺在那里，冬天里面还有一点暖和，
美国的很多一个小的那个小公寓呢，它第一道门是玻璃门，第二道门也是玻璃门，然后这个玻璃门是开锁匙的，那道门自由的，我就进去窝在那里抱了个围，结果有一个女士就进来，就我问我 What happened， 需要我帮忙， Can I help you， 我说 No， 这是我的习惯，我这里的事我负责，要你干嘛，结果过来他就上去了，两杯水，一杯咖啡，一杯热开水，拿点饼干，拿点巧克力放在我面前，还要喂我，我很惊讶，我非常惊讶，这就是一种爱，让我感觉到上帝是存在的，他凭什么在基督教的一个国度里面讲的是爱，他根本跟我不认识，我非常感动，我在想这个问题啊，这是见证一下。第二个见证，我也跟水长老讲，我这车子抛锚了，我没有想到跳下来三个警察把我推车子，这是我一辈子，你们能够做到吧，你不车子来警察来把你推，你抛锚了，我做到了，因为那时候早期35年前，我又非常感动，然后我要谢谢他们，我把口袋里钱拿出来，每人给他20块10块钱，他们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又是一种他们的爱。第四个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讲讲，因为你们看美经上面写的是什么，看着上帝的面上相信他。第二点，我到法院里去贴了吃的 tickets， 我第一次进法院上面也写着看着上帝的面上相信他，然后上去现在没有了，他就把叫你的手放在圣经上，你对上帝发誓，你的每一句话 is true， 你要对上帝发誓，你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你能够做吧，然后我就做了，尽管我不是基督徒，我做了，我一做一发誓，法官两个眼睛看着我，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基督立国的，是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他两个眼睛充满了对你的信任。你开始讲，我就陈述，我事实上没有违规了，对吧？这张具体我不谈了，这张罚单确实是冤枉的，我就把情况一讲。他说 OK，OK，dismiss， 你的东西就可以取消你了。当我这个罚单拿出来的时候，我就看着天，上帝是存在的，我感悟到了上帝，法律都在上帝下，同意吧这句话，哎，阿们，好，所以今天我们兄弟姐妹在一场，第一个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很多人都不认识，好吧，我姓高啊，大家认识认识，好吧，躺在我们这的阳光下这块土地上，撒把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撒满人间。好，谢谢各位。好，谢谢，谢谢到了。还有没有要讲的？还有没有？以后有机会啊，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站在前面来讲一讲神对你的爱，你是如何从一个吃灵奶的变成吃灵粮的，然后变成一个耶稣喜悦的门徒。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来，好，接下来是回应啊，回应，大家一起唱回应诗。